接下来请收看《美味新时代》。新的潮流要有新时代的饮食，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味新时代。素食在现在人的生活中已经逐渐普遍，尤其台湾啊，更是全球吃素人口的数一数二的国家。在健康养生的观念抬头下，各种集合南北口味东西精华的佳肴应有尽有，我们更希望以健康简单当季的食材，让吃素自然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就像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给大家的美食之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面精彩的节目吧。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一道老少皆宜的佳肴，叫什么名字呢？叫做白玉坚果，也可以说坚果白玉，你怎么说都可以。好，我们来看看食材有哪些。看这里，这个白色的这白玉，我们知道白玉其实是豆腐脑，豆腐脑大家都知道，哪里都可以买得到。好，首先看看食材有哪些呢？好，豆腐脑，然后这个叫做南瓜子。核桃、青豆仁、腰果、松子，这样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你要用什么都可以融入在里面。好，再来看看我们配料有哪些呢？调味料在这里，橄榄油、素蚝油、香油，就这么简单。接下来我们来邀请到一位年轻又是很好于素食的一个新年的达人，他叫玉林师兄。阿弥陀佛，欢迎来试问今天这个菜，好不好？好，好。美食达人李玉林师兄以做菜当乐趣，厨务经历达8年，现任国内著名素食餐饮工作者。首先呢，我们先将我们的白玉豆腐呢取上来，然后切成四等份。好，切成四等份。对，是的。那如果我们不会取那个间距的话，我们先从中间先拿，先切一刀。对。然后再来，左右都 OK， 看你的顺序，你的自己的做法。对，这道非常简单又非常好吃哦，对不对？好，是。那我们切好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起锅。好，起锅去，油在那边哈。好来，加上。他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非常热衷素食啊，所以这也是倒一点橄榄油就好了。会太少一点点，好，再多一点点。对对，好，那马上他就呈现这道菜，很多人喜欢，老人家也喜欢，年轻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所以我说，哎呀。这个你要传下去，给让大家更多人知道，一定。所以呢，他今天带来了很多的白玉，我们一块一块的慢慢的放。好，不用等到很热，因为那种，橄榄油不适合温度很高。是的，所以从冷油的时候就可以放，慢慢放下去。慢慢的。这样就好哈。那它放下去的时候呢，就把它晃动一下。好，来，不要让它粘锅底。对对对。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把我们的坚果切一切。切坚果。首先呢，我们先拿松子。松子不用切了，这样就好了啦。好，我们切其他的，对。切得太细看不到我们的架子啊，对不对？这是腰果。对，腰果先切一下，腰果可以多一点。
好，我们不要怕人家吃，全部给它切了。好了，要对呀、啊，大气一点。对对对，大，这个不用切了。对，这个啊，这个不用切了，那个哎，那个个子比较小，体积比较小，就不用切哈。哎，对，当然不用切很细，因为这样它一好连在白玉上面吃起来，哇，那个感觉真好，又香，真的是老少咸宜。哎，老少咸宜。但是你想要太老的话，你不可以给他吃坚果，你要改看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你可以找食物放在上面就好了。对，尤其是老人家爱吃的东西。对对对，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年轻人。非常优秀，所以我非常喜欢他。啊，他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就可以了，先放一个。好，那我们看我们的豆腐。好，好好的把它煎煎好。对，那煎的时候不可以太快的火，太快的火会焦掉，就不像白玉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稍微掀开一个。对，它其实这个白玉本来就是熟的嘛，但是还因为、还没有，让它等一下。好，焦香味比较好吃。对，他真的很棒。他为了学素食，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哦。我觉得真的让我赞叹。这周老师啊，真的太赞叹了。而且他非常孝顺，每天都上班下班都要一两个小时以上，回去陪他奶奶念佛。哦，这种年纪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喜欢他。这个真的是素食就靠你了。素食就靠你了。其实哦，在做菜的时候，念佛会最开心，你的菜色呢会越来越做越美味，真的，真的吃的人都会感觉到。我现在每天哈、有只要我做菜的时候，我就会放了阿弥陀佛的佛号，哦，就放着。对，所以过来大家那么大家都喜欢你，然后这个每一道菜都是这样，哦，这样可以的，可以了，对对对，因为这本来就熟的，只是煎给让它有一点香气出来就好了。是的，是的，就本来就熟的，啊，刚刚好，刚刚好，不会太焦，哎，这样很棒，也不会太白，对，也不会太白，好，刚刚好，非常的 OK。两块一起可以，好，可以，哇，你看这个最漂亮。对对对对，很好很好。其实这一道菜就这么，这一道菜这个白玉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耶。下次我再示范一个西式的白玉的藕龙汤，真的非常棒。哎，这样差不多了，因为哈，这个什么佐料都不用，只有酱油，啊，只有酱油啊，橄榄油。一点点香油提味上就很好了。是的，哎，这样 OK 啦，可以了，可以了。好，来，我帮你拿，大家一起来，把它盛上来，对，然后排好，哎，对，哎，对，好，非常棒，就这么简单啊，好，好，来，在这里，好，先放着，好。然后呢，酱蔬蚝油，好，大家看清楚，就这么简单，看，一小匙，对对，只用零的方式，对对对，就像在画图案，对对对对对，随意自在就好，对对对对，要多一点点，不然会有时候怕咸度不够，哈哈，因为我们其他什么佐料都没有，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要先有一点点酱油来提味，对，再来是一点点的橄榄油，也是一样，就淋上去就 OK 了，就橄榄油淋上一点橄榄油，再来我们的香油一点点，增加它的香气味，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你看好油亮啊，对，这样就好了，把这坚果通通放下去。该放多少都可以，对，你要放多少你就看你自己。好，来，来，那最后呢一个重点点缀，一些青豆的多一点，不要怕啦，对对，这好料要多放一点哈，好食材都要，哎，对对对，好食材要多放一点，不要，那就哎呦，不小心哈，那再加上几个这个，嗨，随意撒就好，随意撒就好了，那我们旁边稍微擦一下，哎，对对对对对，好，来。这个豆子给它加几颗好了，还有一点，哎，再来几颗，哎，好好，哎，松子撒一点，好，好，好了，好，这道菜就完成了。有空你不妨在家里试试看，
这么简单的幼稚园我看都会做，我相信只是煎的时候要注意而已。坚果白玉食材：豆腐脑、南瓜子、核桃、青豆仁、腰果、松子。调味料：橄榄油、素蚝油、香油。做法：一、先将豆腐脑、白玉切成四等份；二、锅中均匀加入橄榄油，慢慢放入豆腐脑，稍微晃动；三、将核桃、腰果、南瓜子及松子等坚果混合切过；四、将豆腐脑翻面，让上下均热；五、将煎好之豆腐脑排于盘中，淋上素蚝油、橄榄油、香油；六、撒上坚果及青豆仁即完成。煎白玉时宜用文火，以免白玉烧焦影响口感。接下来要再为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叫做步步高升啊！步步高升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食材有哪些啊，在这里非常简单，萝卜糕，好，萝卜糕买现成自己做都可以，然后秋葵，然后这个是枸杞，啊，这样而已，很简单。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呢？它的配料，我这边有 XO 酱，好，然后素蚝油，好，味淋，这样拌起来。这样加下去，非常好吃的一道步步高升。紧接着，我们仍然邀请到这个玉林师兄来到这里为我们示范今天的另一道美食，请玉林师兄，请好。啊，丁师兄，请到。大的阿弥陀佛。那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步步高升呢。首先呢，我们先将我们的萝卜糕取上来，然后呢，来切片。哎，对，萝卜糕切片，来，哎，把它一切六，一切六，对，来，我们先一样，中间一刀，对，啊，我们来取它的平均。哎，对，大概，你要切几块都是看你自己啦。对，是的。好，对，而且我们直接就把它排在，因为有人说不讲不吃煎的太油腻，所以我们呢直接哈就是用蒸的，像蒸萝卜糕，来，这样是比较厚一点，没关系，好看你自己想要多厚多薄，或是多大块小块都可以。好，这样，啊，这个先把它秀一下，不要那么大那么厚，这样好不好摆啊？好。对，那要均衡。好，这萝卜糕现在萝卜正是盛产期，也可以自己做，非常的便宜，而且素食萝卜糕做的好吃的也非常多，看你想要自己做你就自己做。好，哎，是 OK 了。好，好，把它平均盘，对，平均好。好，开始把萝卜糕把它切好，切片，看你要大片小片就随便你咯，对不对？对，是的。那我们今天不就吃那个煎的比较油腻，我们今天是用蒸的，蒸的萝卜糕，来放回放在这里，我们就入蒸笼。好，我们先把萝卜糕放到蒸笼里面去蒸，大概蒸十分钟就够了。好，来，因为它本身就熟的嘛，蒸透，热透了就好了。好，没关系，好，轻轻的。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调。那我们剩余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调味了。嗨，对，这是素的 XO 酱，这个碗直接调就可以了。好，不用多。好，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蚝油，素蚝油一点点。好，不要太多了。好，不要太多了。
素蚝有太多会太黑了。嗯，这 XO 酱本身就有咸味了。好，再多哎，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加一点点的那边的那个冷开水，再加一点点的冷开水，加一点点就好了。多一点哈，多一点啊，对对对，好，没关系，这样就 OK 了。那这样就很简单，就这样调，这样调味一下就 OK 了。好，因为我们萝卜糕本身咸味不够，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很高级的 XO 酱来调味。那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好，这个先切。对。好，这个秋葵已经穿烫过的哈，切圆的，因为我们要连秋葵一起吃，也可以增加它的美味，也可以增加它的美观，都可以。好，这样就可以了。大概就是这样哈，没关系哈。嗯，好，嗯 ，OK， 好，可以，好。那这个就应该好，我们就差不多了，因为不要蒸太久哈。好，那注意，那要用一个面子好了，那比较安全，那边有面子，好，要小心。非常的简单的做法哈。要非常小心哦，哎，蒸的东西非常小心哈。好，倒放这里。好，好，我们来把一个手掌淋上去。好，像这个要淋多一点点，因为要靠这个酱加萝卜糕一起吃就非常的好吃，对，浓浓的，不要汤汁太多啊。这XO酱非常棒的。连萝卜糕一起吃，真的是口味非常的特别。好，可以，好，好，好，这样可以，好，好，就这么 ，OK， 好，然后呢，有夹子拿过来，来夹这个，哎，秋葵，对，秋葵，啊，看你要摆一颗、几颗都可以，再点缀一下嘛，增加美观，而且也。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口味加在里面，好，可以，好，可以，好，这样再一点枸杞，对，这枸杞放会放不下去，好，让它平一点，好，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枸杞呢？好，等一下是好的，这样弄好。好，把枸杞给你夹上去。好。对，或放旁边都可以，不一定要放在正中间，然后旁边也可以调一下，啊，色香味嘛，一定要俱全。好，放旁边就可以。好，差不多了哦。好，好，再给就好了。好 ，OK， 看看，啊，这一道萝卜糕，步步高升，已经完成了。啊，我们希望大家来，哦，一定要回去做做看，好吃又简单。步步高升。食材：萝卜糕、秋葵、枸杞。调味料：素 XO 酱、素蚝油、味淋。做法：一、将萝卜糕取下切片，放入锅中蒸十分钟。二、素蚝油、味淋依序加入 XO 酱中制成调味酱，可加水调淡。三、将秋葵穿烫切片。四、取出萝卜糕，淋上 XO 调味酱，随后放上秋葵、枸杞即完成。萝卜糕可切约两公分厚，中火蒸十分钟即可。
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很多人很喜欢，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泰文、印尼文各种国家的语文，包括英文，来弘扬出去。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1分钟50000块台币，90分钟，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5分钟的卡通动画，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阿弥陀佛。邀请您护持佛教卡通动画制作，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30信念、护生、点灯、供水、又供及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湛乐法师主法。日期4月27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地点台中五方讲堂，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1段631号3楼之1，联络电话04-2238-9987，04-2238-9987，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生命电视新店大明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前大供，恭请湛德法师主法。日期4月28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下午礼拜慈悲三昧水忏，地点新店大明讲堂，地址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54巷28号3楼，联络电话02-2917-8855，02-2917-8855，上午7点半至8点半，于松山新店线捷运7张站1号出口备有接驳车。为增上出离心及菩提心，利乐法界众生皆得超脱生死。四月中旬，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特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点灯供水、药供暨施食超度法会，祈愿以借此大众善心善行之力，回向一切长生入位、超荐莲位都能蒙受法益，听闻法音，解脱三界六道之苦，早成无上菩提。而此次戒会并恭请海涛法师以及湛严法师慈悲传授。虔诚的大德们踊跃来临坛场，手持线香一心招请，并于坛场上摆放种种珍馐供养，接着在法师的带领下修持甘露施食仪轨，出生无尽的饮食医药，保足所有恶鬼友情。过程中善信大众们也在声声响亮范背下手持香花、土果等殊胜食供，戒坛庄严，求戒善男子及善女人等即先礼请法师入殿，片洒大杯净水，清净大众身心，结界防护。斋戒会上，求戒善信随着戒师的音声邀请圣贤忏悔三业，发大誓愿得受斋戒，利用一昼夜的时间放下俗世外缘，一心投入佛法的修持。法会中大和尚也给予大众佛法开示。佛教里面讲慈悲心一定要达到平等空性，那这个平等空性，那你就必须要不厌其烦，甚至接受苦难，甚至像释迦牟尼佛宁可把自己的眼睛骨髓用各种的痛苦的去牺牲，这样才可以消除对自我肉体的执着，而且呢也可以跟对方结下很深的缘分。我老实跟各位讲，你若想要幸福了，你一定要帮助别人合福啊，这个人各位跟你骂，各位跟你打，后面又说你歹话，你实在气到要死啊，你也不可以放弃度他啊，你如果觉得很麻烦不想度他，那你就，你不想度他就会变成什么呢？念一下，不想成佛，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啊，不是大乘佛教。所以大乘佛教
不能讨厌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再不好，那我们不会跟他心不好，这个人坏人，远离恶之事，不是说我就不要管他，我的心不会被他污染。所以就像我们要去监狱，我们要去度一个坏人，然后我心不会被他污染，因为这个坏人心念不好的人，邪见的人，那才是佛要度的众生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我执邪见，为什么佛要度我们？因为佛对我们不放弃啊。所以我都要意思说，虽然我们都有一个爱心悲心，对于很啰嗦的，甚至很麻烦的，很讨厌的，你都不能舍弃他。那从这里面，你才能够消除我执的慧，以及帮助各种因缘人的智，这两个要合起来，那佛教叫悲智双运。最后，祈愿借由四日法会所修种种功德，回向六道群灵皆能离苦得乐，勤修五戒十善，归向唯一佛乘，速超生死轮回之苦，齐登涅槃彼岸，圆满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生命电视云林采访报道。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上诸佛菩萨欢喜众生得大福田。然后现在我们也要直接做下施，各位椅子下有一杯水跟米啊，等一下再拿没关系啊。我们现在要布施水米给他们，七颗米就代表无量无边啊。那是各位平常在家里你都会做这样子的供养啊，有一些食物啊、水啊，点个灯啊放在门口。但是你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啊，为了回向给所有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以前的动机是哦，我拜门靠拜土地公，我行李在发财啊，那这样也不错了，只是功德太小了，太自私了啊。那你同样一份东西，你为什么不想所有众生都得到啊？那这样功德更大。甘露施食，现在我们要做下施啊，甘露布施给他们。首先我们要来祈请，但是很多人我说师父啊，我们在家的人哪有功德力超度啊，你们出家人才可以啊。错了，慈悲心菩提心，特别慈悲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只要你有慈悲心，小朋友都可以，千万不要说这是出家人的专利啊，你也不要怕啊。佛经明明这样写，上面写的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及诸人天意欲受持此慈悲方便，方便就是慈悲心啊，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包括天神，天神也希望往生净土，乃至升更高的天啊。